要求我们今年的双十一活动已经爆了，现在在追加双十二的活动，同样的一个机制和品质，所有调料都是农师傅自己工厂生产的，这个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手艺。平时觉得 SO 酱贵的和牛肉酱贵的，现在可以冲了，我们最后还有一天。SO 酱和牛肉酱加起来原价是106的，现在在我们双十二的活动只要两位数，需要囤年货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